万维博主阿妞不牛近日发表博文，为什么世界害怕中国崛起？正文如下。这是个大问题，看起来很复杂，想必川普习近平都三言两语难说清，俺甚至也没有深入系统想过这个问题，更不会替川普或者习近平来回答。当然俺吃饱了撑的，也不是没有替外国人告诉过中国，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莫名其妙的担忧害怕甚至恐惧，也毛遂自荐代表过中国人民告诉过世界，你们不要那样担忧害怕甚至恐惧发抖。俺向中国人传达外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感，来自于他们看到想到的中国崛起的两个模式，苏联式与法西斯式，也包括现代文明之前的列强相争的打斗模式。中共当然不会说自己要做胜利的苏联或者凯旋的希特勒，甚至不会说自己要做吃掉基辅罗斯的莫斯科大公国，或者横扫欧亚的成吉思汗。中共喊出崛起之后，发现世界很惊恐，于是赶快加了一句和平崛起，同时加上超强分贝的紧跟伟大统帅，强国强军，不怕打仗，准备打仗。当然无论是江泽民、胡锦涛还是习近平，跟美国、俄罗斯总统在国宴上举杯时，是绝对不会这样要求他们为了中国的崛起干杯的。但是他们在对党员与小民训话时，也是绝对不会忘记要他们为了中国的崛起甩开膀子干的。老实说，俺虽然成了美国佬，但是绝对不会听哪个总统号召甚至命令来为了美国的永久金枪不倒鼓足劲儿干的。倒是中国要崛起，俺还是乐意看见的，只是求中国放俺这样的美国佬一条生路。为了这条生路，俺多年前就绞尽脑汁，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贡献了一条妙计，比照美国从大英帝国体系内部壮大崛起的模式，学习吸收熟悉到掌控美国西方世界体系的理念制度与运作模式，以中国最巨大人力智力及其他天赐资源，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发挥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潜力，成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领导者。这就如同加入奥林匹克一样的竞争，中国从零蛋到金牌第一，甚至可以把奥运锁定在中国各大城市轮流举办。川普和习近平派人给俺捎话了，你满嘴跑火车。昨天还有一位网友很耐心详细地批判了俺是如何跑火车的，他说确实是跑火车，比照美国从大英帝国体系内部壮大崛起的模式。要知道美国要独立，英美可是都打了八年，美国的崛起是二战整个世界打得一塌糊涂后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从大英帝国内部崛起的。目前为止，世界强权的更替还没有一次是不依靠战争的，这也是中国人提出和平崛起的出发点。当然这一点目前来看是不大合时宜的，一直追求和平是不可能崛起的，所以中国人也不再提了。但如何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战争的崛起，这个伟大的课题依然是中国人竭力想尝试解决的。强大的力量、可控的对抗、良性的竞争、紧密的合作，有可能避免通过战争实现强权的和平共存或者可能的更替，这看起来是中国选择的崛起之路。俺倒觉得这位网友说出了一些门道，虽然他显然没有明白我说的美国在大英体系内崛起指的是什么，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新型大国崛起没有不经过战争的，这其实也几乎是共识，也是人们最担心中美竞争必有一战的原因。甚至他这里也明确承认和平崛起不可能，一直追求和平是不可能崛起的，所以中国人也不再提了。问题在于共产党领导中国崛起取代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不管要不要经过战争，那结果当然自然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尽管是中国牌号的共产主义。俺这一下子终于醍醐灌顶，明白了为什么世界害怕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合法性根基与战斗口号，中国崛起必须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绝对要服从听命于一个伟大统帅，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国家，全国军民成为如一人的钢铁意志，步调一致的地球上最庞大的甚至最高科技的战斗巨人机器人。中国共产党毫无隐晦的必将领导中国称雄世界，而且也明白说不幻想和平崛起，要准备打仗，要时刻想着打仗，坚决要打仗，不是小打，要立足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等等。从过去的毛时代到如今的新时代，响彻云霄，谁都不用怀疑中国人民与共产党的钢铁意志以及历史的铁定规律，中国必胜。
好了，中国的胜利崛起是不是共产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哪怕是中国牌号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梦的核心与实质吗？或许你们坚信或者期待的这个会成为事实，那无非就是苏联甚至纳粹终于取得世界性的胜利。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的斯大林希特勒是好家伙，中国的万字比希特勒的万字正规，中共的镰刀斧头不是仿冒而是自己的专利。这个前景就是新万字旗或者镰刀斧头旗帜飘扬世界。如果地球人不接受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的哲学的话，几乎和打一场核大战同归于尽差不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未来世界如果不要做出那样的残酷选择，必须明白如下道理。美国在大英体系内崛起的真正含义，是指美国从根本上继承发扬了大英的现代文明理念制度遗产，而冲破了大英过时过气的殖民帝国，建立打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民主自由和平发展为主题主线的维系世界和平稳定的现代文明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秩序体系是在经过血火洗礼，摧毁打碎纳粹与苏联两个虽然现代高效有序但极为专制邪恶的制度才迎来的。这个体系应该也可以改进改良，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允许甚至应该被超越取代，但是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如果要打碎毁灭这个体系，以野蛮愚昧暴力荒诞残暴专制来取而代之，前面一半有可能，后面是痴心妄想。因为对于这样的势力，最坏与最好的结局是一样的，全人类进地狱。